候鸟文四足立，全器高 24.2 公分，口径 15.6 公分，外观上有对立耳、竖颈、带形腹跟四柱足，器颈上有长尾巴的凤鸟纹。D 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常见的催主用具，特征为长口、带形腹，腹与三足相通。其象形字从起初描绘三足的笔画，渐渐变成阳形或交叉形。凤鸟纹四足立虽然被归类为立，实际上却跟一般的立有着明显差异，这使许多专家学者都感到困惑不已。根据记录，这件凤鸟纹四足立在清宫里最后的陈设位置是紫禁城中的古董房。在此之前，曾收录于乾隆时期的《铜器图录·西清古建》第31卷，书中将其命名为周四足立。随着时光辗转，成为现今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典藏。这件铜器和一般的立迥异之处在于，它的腹部与柱足之间并没有直接连贯，而一般的立则是两处相连。虽然器颈上的长尾凤鸟纹实属西周中期流行的铜器纹样，却无法在其他同时期的铜器分类中找到相对应的类别。为探求这些疑点，本院利用 X 光电脑断层扫描系统揭开铜器表层下的未知面貌。透过 X 光检测图像可以发现，此器腹部上有一个圆形孔洞，直径约 2.6 公分，并曾经过补助。寻此线索，在另一侧的颈部和器腹上可看到修整痕迹，双立耳与器身之间也发现存有异铜。从这些资讯可以推测，器腹上的圆形孔洞原本应该接着流嘴，另一侧的修整痕迹则是把手和器身连接之处，而口沿上的立耳皆是后加上去的。整合所有线索，模拟重建流嘴与把手，再去除双耳，便可得知凤鸟纹四足立的真实面貌原来是铜盒，而原本的盖子可能已经随着时间遗失或损坏。盒在西周中期为注水用的礼器，通常会搭配铜盘使用，类似器型可参考院藏西周中期活定盒。凤鸟纹四足立为什么会从盒变成立呢？明代书籍曾记载，当时盛行将铜器的残件拼接重新组装成一件完整器物的赏玩风气。本院的清宫旧藏铜器中，如钟氏瓶、寿环尊，都是从外观就可以判断的古铜器改制案例。来自西周中期的凤鸟纹四足立，距今约3000年，一件原本残破的古物，在改制铜器的文化背景中重获新生，经由宫廷收藏，再进入到博物馆典藏。它的存在不仅承载元器的历史讯息，也诉说着不同时代的鉴藏故事。